这也是对老师一种尊重。OK， 除非特殊状况。没有压力啊。三十阴暗的地方，我们染一点点绿色，把这个，因为赭石蓝太重会太跳，而且在这个秋冬的时候，阴暗的地方会比较潮湿，比较有可能有蟾蜍的开巢。啊，向阳的地方太干燥，枯黄。暗的地方我们用绿色调稍微染一下。到时候都阴得一塌糊涂，就阴得变形。